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man， 今天要来玩这一款游戏，叫做《变形金刚永断围战》哦。这款游戏好像已经出一段时间了，然后它的玩法，我个人觉得还蛮好玩的，就是有点类似像之前那个漫威的那个 APP 手机游戏啊，闪躲、攻击、防御，用格斗的那种类型。那整体下来，目前为止感觉不错了，又刚好又是机器人题材，个人老头也蛮喜欢的啊，所以说呢，就来拍这个试玩哈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来试玩一下哦。之前老头已经打了两场了，个人觉得整体还不错啦，哦，是觉得还蛮赞的，就是了哦。等我一下哦，好像有点卡顿，我要重插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来打一下第一幕第一章任务一哦，它这全部都是一个前导啊。哦，解开新坤泰沙新谜团哦，这个是有点难念的，这个来打看看哦。第一关什么？死与野兽，狂派与博派的纷争哦。你们看到这旁边这一台白色机器人呢？这台机器人是我抽到的哦，碎骨魔哦，碎骨魔。然后它这好像要分属性啦。再看这个科博下面106右边这个蓝色的，跟这个碎骨魔93旁边这个双剑哦，应该又是一个是攻击型，一个是防御型吧，大概猜一下。我总之他这个游戏还是有属性相克问题。好，我们直接开始哦。这边啊，电讯扫描探测到珍贵的资源，当我们寻找密卡登时，应该沿途继续利用这个任务中取得的东西来升级小队哦。好哦，点击，好，那他就这样走过去了，好，冲进来了。敌人是什么？寻异者。战斗，我们在战斗开局好像还可以选择那个碎骨者哦。刚刚好像有看到，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哇，水泥工厂，哦，攻击攻击，开枪。嗯，怎么感觉像有点延迟啊？大爆飞，莫名其妙就赢了，我赢了，哎，而且这声音也太吵杂了吧？我到底有没有成功的击败他？我也不知道，应该不会再延迟了吧？我觉得。每个机器人类别在和另一类对战时会有优势哦，那我们要选科博文就会有这个优势，这样子。前面都还蛮好打的欸，哦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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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左滑，欸，闪避，上滑，下滑，我滑，都滑没关系，滑好滑满 ，C 内，哦呦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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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没有靠绝招，直接把他击倒了，耶。科博文胜利，继续。这里所有机器人的城市几乎都被设定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战斗。啊，被控制了，被控制了，加倍的险恶。奇怪，为什么我变成碎骨魔？是谁？犀牛？我不知道你是谁。啊，没有恶意。那么我有点麻烦的朋友，资源有限，而人人希望得到最多。你想要我的资源吗？你最好问我的朋友谁啊？我们称他为什么？陨灭镰枪，链枪，名字有点难念啊！哇，这个犀牛真的是外表披着犀牛皮，是不是？我还想要不要碎骨魔跟他打？虽然我的这一只碎骨魔素质有点差。算了，我们还是先用科博文保险一点好了，毕竟这应该算是 BOSS 战吧。哎呀，来，而且我们的血量是一进到底，不能补血的、欸。
你要补，你必须后面还要用那个修复去补血，在防御啊，你给我在防御啊，在防御啊，在防御啊，哎，在防啊，哦，放招式是不是？敲一下，死吧！呀，完成首个故事，碎啊，等级二了。拿到不少东西，探索完毕，百分之百。哦，前面都非常简单啊。进行下一个，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啊，继续打、啊，直接进来这边了。这是第二个区域。哦，碾碎者，就直接打了，没有剧情。等哦，直升机行哦，就滑行，他到了第二章还在教学，哈哈哈，哦哦哦哦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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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行很行，吃我这一记啊，哇塞！科博文大胜利，哇，这么酷！那我们会打谁？我有点想要打左边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左边那个可以拿东西，我决定要硬干了，打这里。哦，哇，亚西，真的有这种机器人吗？还是说这是因为游戏所以自创的？有没有这可能？有可能哦。哇，这车帅哦！这么屌！哇！吃我一记啦！哎呦呀！到处都是机器人的声音 ！Oh my gosh！ 哦！不好打！Oh my gosh！ 哇！防御！ Oh my god！ 哦！哟，解决了！我怎么感觉一直有声音不同步的感觉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！是他游戏本身就这样，还是我结局卡出问题啦？我的天哪、啊！算了，不管，再打一场看看好了。飞轮，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四周找到了对我们有益的维修零件啊！天王星超屌，天王星感觉蛮酷的。好，我们来修复一下我们的科博文了。哎、欸，天王星还蛮帅的嘛，真的。单一机器人，修复机器人居然要这个，完了，不给啊，不给修啊，好吧，我们只好使出我们的碎骨魔，让他有出场的机会，然后我重拔一下，返回战斗，有同步了吧 ？Oh my god！哎、欸，为什么场景都一样啊？水泥工厂，看看我碎骨魔的威力！哎呀，打他好少血哦，不过还好，会闪避会攻击，其实都还行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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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哟，这里，哎呦，来哟，就是这样乖，哎、欸，来。哦，天王星哦，来，哦，那开绝招了？你以为只有你会绝招吗？三招，哇塞，Oh my god， 哇，解决掉了，碎骨魔大胜利，
perfect。哇，是给，还是很吵，我觉得还是很吵。算了，我要先返回基地看一下好了。为什么这只探索85%啊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先想办法回去。看一下哈，这边什么？哦，目标达成，领取，领取。再来就是星。哦，我记得这可以拿来升级。我们需要有一些材料就可以升级，比如说像这个，全部都吃一吃。哎，我们刻薄超强，全部升完了，完全都不给碎骨魔。碎骨魔表示干，哭哭啊！这是什么？哦，英明的决定，你已经获得份强大的奖励。哦，啊，我获得了，然后呢？在哪里使用强大的奖励？没有讲库存吗？是什么？是强大的奖励嘞？嘿，然后我现在又延迟了，他妈的超屌哦！水晶是不是？开启！哦耶！哦，这个奖励真强大啊！好哦。哦，给这个金色的是什么？钱665块钱，谢谢大家，很棒，开启了一个水晶，行，我们有没有其他可以用啊？我们开启多少钱呢？哦，后面还有抽密卡灯啊，抽什么天王星还是什么之类的。哦，免费水晶在这里，水晶体。哦，这个是要水晶体才可以召唤的，然后这是特殊召唤。我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他这个二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这是可以让我免费开启的意思吗？哦，还真的免费开启啊！我已经看到金色的，我，他直接给你停下来啊！哇，我不要你啊！怎么又是你啊，碎骨魔？碎骨魔大哥，抽好抽吧，我们还有一个。哦，这是拿来抽水晶的啦，这就没什么了，抽钱而已啊。抽爆，连抽都不抽了，直接喷钱给你。刚刚喷665块，现在不多少？我靠，5183，很好，很佛，很佛。行行行行行，太棒了，好了，没了，大概就这个样子。好吧，那么今天试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啊，我们这个变形金刚永断为战，有机会再见面啦，拜拜。